要健康，要诚实，要理财，要学习，要 fashion。我要你很好，耶！我是好爸，我是好妈，我是好小弟，我是好小妹，我是阿和伯啊啦！还有，我阿和进嘛。哟吼！我很好，小剧场。狗狗是哪一班的哈、啊？哎，运动会叫你要这狼时要去哪里找小孩啦？是三年五班啦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妈妈，这里有贴牌子，305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哥哥在那边热身哎，我们赶快过去。妈，阿妈，我要去比赛了，要帮我加油哦。哥哥加油！哎妈，你看小弟是不是明显比其他同学矮啊？现在才高三，还会再长高啦。可是人家不是都说国中男生就会开始长高了吗？我们家好小弟怎么还是一样这么小只啊？不然晚上我要去看中医，顺便带他一起去，把体质调好，说不定一下长到800公分呢。哎呀，中药苦苦的。阿孙呢？你今天跑步跑得很快呢，没败哦。哪有啊？哥哥明明就被隔壁两个高高的男生超车了。嘘，妹妹，你乖乖吃饭，不要伤了哥哥的心。我知道啦，反正我就是比同学矮，帅气度比不过人家，跑步也比不过人家啦。阿孙啊，别安内啦，你还有机会再长高啊。阿妈晚上要去看中医，你跟我一起去看啦。好，看中医就要吃中药，又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没有输过怎么会知道？住少去看医生，看看你的状况啊！你看，阿妈跟阿公都有在给中医调体质呢，状况也都不错呢。哥哥，你去试试看啦，搞不好不用吃药啊。等你长高高，我就可以跟同学炫耀，我家也有帅气的欧巴耶。是，你很幼稚哎。好啦好啦。